这个妆真是经不住一整天的打磨呀！开始前，给你现在吃个面。因为舍友在复习，主要是因为我要直播，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儿待着。开这个直播就是让大家看看今天跑得有点快的我长什么样子，随便看一看，真的。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，我失眠了。我在床上躺下来，我起来上了个厕所，关了个灯，躺下去。我以为是我没关灯，我一睁眼发现怎么外面这么亮，结果我一看手机，已经5点半了。什么叫做一夜无眠？可能这就叫做一夜无眠吧。我觉得我只睡了3个小时，我就出来上公演了。谢谢星星的奶茶，谢谢。真的，我觉得凭这一口仙气，我上完了这长达从2点跨到晚上11点的公演。因为我在学校。我本来今天回来是想去门口吃8块钱的炒粉，结果你家会想吃是不是？嘿，算了这样。结果我，没有赶上末班车，打了个车，就把我想用来吃炒粉的钱花掉了。然后我想到我囤下来的粮食，我就回来泡了个面。在楼梯间，是吧？这个黄裙子真的很可爱。我当时买它，我拿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觉得啥玩意儿啊，这么亮。然后我一穿上，真香。真的，人太贫穷了，就会这个样子。我现在巴不得1块钱拆扔。10块钱用，是呀，我在学校的楼梯间，我没有了台上的活力满满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打工人的心酸。我觉得我太撑了，吃的。然后我今天上工演前。就在铝漫飞碗里泡了2口饭吃，然后啥也没吃。这一跳，好家伙，11点了，救救我！对，非常熟悉的楼梯间。我说我不吃泡面吗？人穷起来什么都吃的，别说不吃泡面了，我穷起来酸奶都不喝了。没有，今天演舞也有我们自己的缘故，姐姐。姐姐一直在催我们出去试耳返，她要重新调那个麦。结果大家都在化妆做造型，然后拖来拖去的，拖到后面就耳返没调好，彩排也没彩，然后就开场就晚了，晚了加上又是生日公演，本身就会晚一点下公演，这一拖下公演7点了，真的，我跳到最后2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只有一个笑脸僵在我的脸上，我已经没有灵魂了。
谢谢爱吃大白兔奶糖的奶茶，谢谢。没有的，我现在吃到这个泡面，我很开心的。我还特地挑了个番茄的，酸酸的，感觉很开胃。我现在有点什么呢？有一种那种狂欢后的落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 BUZZY 的奶茶，我还没吃饭，今天一天我只吃了一顿，那就是今天中午的那一顿。谢谢印第安老斑鸠的巧克力，谢谢救命的音乐棒。我登个微信，稍等一下。哎，我回来了，我要跟我爸说一声，我到了。收拾一下就睡了，你们快睡吧，明天再跟你们聊。对，晚上还没吃饭呢，因为我今天三个 unit， 我从八班下来，我衣服都没找着，我就开始在彩排，彩 unit， 彩大哥，彩了之后找到衣服就开场了。感觉今天我就是没咋坐下来，哎呦，我到学校啦，我收拾一下就睡啦。明天我们再聊吧，你们也快睡吧，晚安。大哥站位，哪首大哥的站位？冬日我跳的原来的那个位置，剩下三首我跳的是安排给我的位置。冬日捡了个漏，跳回了11号位，后面就全部都是跳的14号位原本的位置。楼梯间里有蚊子呀，习惯了。谢谢斯坦的奶茶，谢谢。我飞回来的，可真是有趣的问题。你怎么回来的？我飞回来的。冬日还好，我蛮喜欢冬日的。吃，我已经说了800遍了，我们要提前1周才能吃到安排。不是你们说，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公演。你问我在哪一天，我已经回答了5次了，都不想。是吧？望周知，广巴的小偶像，粉丝比小偶像知道的多。小偶像一无所知，是吧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偶像就是这么卑微。哎，今天 MC 哥哥在那控台笑得可开心了，借着他不知道什么屏幕的光，我看他嘴角都咧到这儿了，也不知道他在笑个啥。
网吧向来都很会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我已经死在了吴雨霏的视线之下，所以我马上就道了歉。哎，我就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太对不起了。没有我。哪会有糖啊？就是要有个电灯泡，你们才会发现。天天哦，渴死我啦！谢谢渣渣飞歌迷的奶茶，谢谢。不比一比，永远不知道，哼，有多甜啊！哈，我觉得我已经成仙了。吃那个炒河粉呢，都是这该死的一分钟，我和我的末班车一分钟擦肩而过，谢谢，放下我的面，谢谢皇冠，谢谢上山祖祖的皇冠，谢谢，而且这个楼道真的很热，因为我在学校。舍友在复习，用门禁的，出不去，我也不会出门去吃炒粉。今晚要吃炒粉的钱已经花在打车里了。我今天怎么回来的呢？我是把我存钱那张卡里面剩下的77块钱，因为它是零头，它买不了那种定期，我把那77块钱转出来了，我才打到了车，我才付了那个车费。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奢侈的去吃个炒粉。好的好的，待会儿就早点休息，有蚊子啊，还好明天有早课。谢谢北京第一轮吹的奶茶，谢谢。对，罗宋汤的，就差一点点，真的就差一点点。多损啊这个地铁，我永远跟他只差一点点。我在客村站出来，然后想打个车，一出来就被地铁站门口那些热情的摩的师傅围住了，很热情的问我要去哪儿啊，我说我去广才，他说30，我说我自己打车吧，谢谢。还有一路追着我不放，上车的前一刻，他都在告诉我打车，他说来我上我这儿吧，2块，真的20就给你送回去。
知道看。他卡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今天话费也没了，我已经充了一次话费了。这已经是网最好的一张卡了，就只能凑合一下了。现在卡吗？大家凑合一下，也凑合一下看看我。我今天还充了话费，对，我转账了70块钱，还充了50块钱的话费，我真的疯了。唉，世界不会好了吧？怎么会碎成这样？我这带了一天的妆。这张卡叫，我脑子短路了，哦，联通，怎么会这么卡呀？我有被他卡到，没有，学校里的联通卡还挺快的，主要是这个楼道里太卡了。今天唯一就是我跑得太快了。主要是太晚了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个公演跳到这么晚。今天也是打白工的一天，真的好开心啊。嗯，嗯，我也觉得这条裙子好看。对啊，移动电信的在楼道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主要是这里是楼道啦。是啊。上每一场公演都是一样的，按你上的场数给钱。就算如此，算下来我可能连一场的钱都没赚到，不过上了次很开心的公演，少有的这么快乐的公演。主要是我现在其实很快乐，但是我已经是那种狂欢之后的孤独了，所以我就，嗯，我有点迷离了已经。要是能赚到钱，那就更开心了。唉，我真的好喜欢钱呢。谢谢星星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但其实下一句，上句怎么是空的？我人家傻住了，然后我就接了他上半句没有人唱的那半句。我后面仔细想一想，我可能不应该接，待会儿别人还以为是我忘记唱分词了啊。嗯，因为我刚从剧场拿回来，粉丝送的一个露露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平打在上面的，人在学校不 Q。所以在楼梯间，因为在学校，所以在楼梯间。它可以绑手臂上，也可以弄在窗帘上，反正就是一个挂饰。我好喜欢这套睡衣的呀，刚买整个娃娃的，都没看到有代购有卖的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它的裙子又掀起来了。不穿衣服的托尼也逐渐快要离开我的计划范围内了。算了算下个月的工资，我觉得我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应该买不起托尼了。等我发达的那一天，姐姐一定接你回来，托尼。你先光着身子等等我，等我赚大钱了，我就东西我一定会买的。现在我觉得为了生活，我得这个网真的很烦呢，这个网真的很绝。之前都不会的，怎么我刚充了话费它就这样卡呀，真是无语。好多文字，好多文字，好多文字。是呀，它就是会一阵一阵的。没关系，那我就一直吃泡面就好我没有流量封顶，我早就把那个关了。他应该就是因为楼梯间太热，是我好热，对不起，就是因为楼梯间的缘故，楼梯间太卡了这里。树叶散落一地，好像回答。是真的很热呀，我觉得我已经魂都不在这儿了。